奖是荣誉，是光环。我们深信冇奖的不一定是不好的电影，但是攞了奖的一定是好电影。得奖电影包括《海云台》、《杀手代父》、《鬼子来了》。要是想要我的命，我都先要了你们的命。《维多利亚一号》那层楼我就来买了。《鸟爆谷台》亚洲得奖电影源源不绝。